但鸟不生蛋。对呀，七点半后一扣完之后，赶紧回家加早餐。好，七点半后一扣9点开车。你不要退，咱贵哈。605啊。啊，你讲6点直接吃饭了哦。哎，6点你们要下来吃饭哦。今天晚上6点要下来这边吃饭哦。然后现在你去休息吧。贵的。606。7点半。一个一斤了。啊。左边。今天哪一间啊？3031啊。